每一年几次的这个大型活动，我们就适时入地，是吧？借假修真，哎呀，如果真的有这么回事，那就这么做，用点心，用点力，让你的生活会更好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何必老是觉得是别人主动没关系，那你就进账就慢一点，得失良机进的账就慢一点，是吧？那现在有这样子的活动，你不把握，哪天没有活动了，你又很怀念了，那要干嘛？对，那有没有公益活动的，那你得看你们表现呢，是不是？每次弄得要死活的，那搞不好一年一次、两年一次、三年一次都有可能啊，不是说一年要几次，没人规定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也是看市场需要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点专业术语是吧？市场需要是吧？你说，哎呀，老师，我好希望明年回来几次。我说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不睡觉都拼回去几次，对吧？你说每次办活动，哎呀，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，那随便啊。你忙，我比你更忙啊，是吧？我在家推人出得出来，是不是？可以的，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，对吧？哦，大家群策群力。的确是现在有共同的，对不对？这一种近阶段的目标，啊、哦，这个世界因为你我他，大家投入而更好，我觉得这在人生中有点意义，啊、哦，那你看啊，这个社会是不是动荡不安，对吧？像连这个，一下是华航，一下是长荣，都要罢工，是吧？我们坐飞机也坐得提心吊胆的，就那天我看还是不要跟他，还是早点成型吧。然后去问航空公司说，改机票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，那是你们小姐自己要罢工啊，不是我们想改机票。哦哦，现在还没有罢成啊，等到罢成的时候会通知你。我说你罢成通知我，你来不及了，知道吗？上不了飞机来不及了，后来这叫做这个秀才遇到兵，有理想不足，自己出资吧，出资改机票吧，哎呀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等一下真的坐不了飞机来怎么办呢？当然在看到半空中的太空坐在那边，对吧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啊，社会不安不平静出自于人心。人心的问题出自于道德，道德的问题出自于教育，教育的问题出自于传承，对吧？已经多少代不知道是怎么教的，一代不如一代，是这样的。哦，那么这两天我看个新闻啊，说中国大陆，哦，做那个哈马肉。颗粒啊，颗粒的肉啊，说做的非常漂亮，有弹性啊。结果人家去跟踪到他的工厂，好、啊、才知道，那全部是都是腐烂发臭的这一颗粒，用着化学药剂，然后还原成新鲜有弹性。然后大家看了都觉得啊，怎么会吃到这些东西？啊，怎么不会吃到呢？你害我，我害你，大家一起害，变成一个食物链了，对吧？你害我这个，我害你那个，大家都没有在怕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道德不够，对吧？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想要学道德呢？因为已经失传好几代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失传呢？人嘛，好逸恶劳者多嘛，对吧？想要中规中矩的则少。那你我就是那中规中矩的其中一员，所以才会因为你看我也可爱，我看你也可爱，因为我们都在礼义之邦中啊，求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才能够凑在一块。那么如果不是因为你啊，你的投入参与这么样的啊扶持。这个社会可能更乱啊、哦，那么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借由一年
这个几次的活动啊，把我们能够更加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哇，这就好像办着盛会啊，大事是吧？一年一两次，啊，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？有，我是很兴奋。每天早上一起看到太阳升起，是吧？也就想到，世界的各个角落啊，因太阳起床，因太阳这个下山而休息，是吧？你我他，不管在社会或者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，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啊，借由太阳的光与热，是吧？成为我们这个行动力的后盾啊。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啊，理念啊，成为我们使命感的深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能够实现，太棒了。